大家好，我是张信哲。大家好，我是他的经纪人孟辰。哇，开不开心能够见到我们的芒果 TV 的网友们？还蛮开心的，但是其实刚刚看到他们烤肉。对啊，好想去哦。好想去吃哎，他们就在我们楼上，有没有飘下来那个烤肉的味道？目前还没有闻到。啊，还没有闻到。但是，他们都去了。对呀，啊，其实应该要邀请一下我们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这就证明阿哲是一个吃货，还是一个长不胖的吃货，是吗？我胖。啊，哪里胖？我一不小心就胖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可是让我们看上去，你就是那种很纤细的身材。病了一个礼拜了。哦，心疼哎！我相信网友们跟我一样，就特别心疼。不会，我已经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开始吃。啊，就可以开始吃了。对。好吧，哎，这个快过年了，就是有什么东西要送给我们的各大网友们吗？哦，那当然啦。借花献佛，想不想要红包呀？对不如呀。这样好不好？就是你问一下我们广大的网友们几个问题，如果答对了的话，你就送红包。好啊。你说得到轻巧，这个红包是我的。那我也有啊，奇怪的。好了，来，问几个问题好吗？什么样问题？随便啦。简单的还是难的啦？你看你想不想让他们拿走红包？反正是你的红包，我无所谓啊。请问今年是什么年？这么简单？太简单啊！可以了。那你要怎么挑中那个网友呢？就比如说，哎，这样，如果就是他们答对的话，你随便在上面挑一个名字，好，然后挑中了那个名字的人呢，我们就不送。那你是怎样？开玩笑，就是问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让他们互动起来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今年是什么年？嗯，好，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今天穿的什么颜色？这两个问题可以我来回答吗？可以啊，你赶快上去打字啊，快点，然后再把红包给我。